我希望自己的生活中的热搜少上一点。小猴子在中餐厅中一直不让摄像师看到你的体重，那你可以自己关心一下自己体重吗？大家好，娱乐一起看，放送不能停，欢迎来到克拉星放送，我是杨子。第一个是，别看小猴子在《亲爱的热爱的》里面走道桥大大咧咧的，但其实呢是一个有点恐高的小朋友。我特别的恐高，然后是那种就是在高一点的地方往下看，你就会觉得身体有一种想倾倒就想倒下的那种感觉，就浑身都很抖，确实很恐高。杨子有一个爱好就是爱逛故宫，有一次逛到了慈禧住的宫殿，之后看到导游在讲解，然后他听得非常入迷，导游说到了慈禧的习惯，他震惊地喊了出来，真的，所有的人都认出了他，之后呢就变成了杨子，走到哪他们就走到哪。对对对，因为那次是好像在逛储秀宫吧，那个宫殿应该是慈禧当时升同志的那个地方，应该是，对对对，好像是啊。然后我就在那看，看得特别入迷的时候，看他的那个床啊，或者那些摆设的时候，突然就听见后面有一些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就拉着箱子，带着小黄帽，可能是故宫最后一天，他们就要离开北京了，然后还有导游。我就转头说是吗，然后大家认识我了，然后我记得我就一路离开，然后跑到了御花园上厕所，他们就拉着行李一起跟我跑到了御花园上厕所，然后等我出来的时候，叔叔阿姨们举着手机还在喊嘿杨子看这边，就觉得那个经历还挺有意思的。那看了姊妹的生日会视频，第一次知道她会弹吉他，而且她弹得很好听。没有了，那个吉他是每次给粉丝朋友福利和想给他们准备惊喜的时候才会说去练一练，然后把特别的歌给他们，其他时候其实弹的都很一般。铁塔，我们去布拉格桥下，我们去最浪漫最动人但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啊。杨子喜欢吃火锅，可是呢作为一个北方人吃不了辣，他吃的火锅调料也不是北方那种麻酱调料，而是南方的麻油。我喜欢吃清汤，但是料要配香油蒜泥的这种，然后加点蚝油，我觉得很好吃。姊妹有一个小习惯，在很多采访中都会不经意擦一下鼻子或者眨一眨眼睛。眨眼好像是，擦鼻子可能也会吧。对，第一个问题是余生请读指导刚刚杀青，拍摄过程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每天都还会挺开心的，然后因为大家合作都非常愉快，就是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刚进组就杀青了，就还有点蒙圈的感觉。那最能形容自己的三个标签你认为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就是演员吧。希望我的标签只有演员就好。那如果这样选两个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标签是什么。下一次上热搜希望看到什么关键词？我希望自己的那个生活中的热搜少上一点，然后我希望是作品可以上热搜。你从小到大有收到过情书吗？粉丝朋友送的算吗？那如果算的话，就对，加入演了以后，那也不算是情书吧？粉丝朋友不算。那我说实话，我没有收到过情书，我没有印象了，真的没有任何印象。可能有，但我不记得了，就是空白，就是这一片不太记得。那如果没有做演员，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我觉得没做演员，可能我去银行上吧，因为我之前我两个表姐都是，还有我姐夫都是在银行上班的嘛，从小就听他们上班的事儿啊，就那个可能就离我近一点吧。其他的我还真没想过。但是如果说你按照我自己的喜好来说，我可能不当演员，我还是喜欢比较自由一点的这种职业。我想去可能组个乐队啊，唱歌啊，但我估计以我这唱歌水平也赚不到钱，养活不了自己，可能是个业余爱好吧。餐厅中一直不让摄像师看到你的体重，那你可以自己关心一下自己体重吗？既然这是个秘密，就让它永远就是是个秘密吧。对，石沉大海，不要再提起这件事情。拍摄《沉默证人》中打你的形象剪也非常的苦，那未来还有没有想法再进一步打你形象的戏呢？我也不知道，如果有好的剧本来找我，我就可以。小猴子小时候的零花钱都花在哪里呢？
我记得我每年的那个零花钱、压岁钱都存在一个那个红色的信封里面啊，红包里面。然后我记得有一年都攒到3000多块钱了，3500吧，就是攒了很多年。结果突然有一天，我妈说借我那些钱，借用一下。我说好，那你记得还。从此以后，那些钱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了，然后都给我妈了，好像。然后我们之前在克拉克拉端美收集了你的粉丝给你画了一些，他们眼中你的形象，然后请你在现场挑出3幅你最喜欢的作品。可以，选出3幅吗？对，先选第一幅。第一幅，我觉得这幅就很好。为什么会？蛮有意义的，因为其实他们也一直在保护着我，但是他们却把我画在了前面，不许你们欺负他，还蛮可爱的。那第二幅呢？第二幅我觉得这个也很可爱，就是他们知道我不会穿高跟鞋嘛，然后穿着礼服。高跟鞋掉落，还是什么我的脚痛，他就写的很可爱。那还有第三幅，3幅我觉得都很好画，真的每一个都把精髓画出来，特别好看，好可爱。第三幅选这个吧，因为他把我各种的状态都有画上去，我觉得蛮喜欢，包含了蛮多的，但我都很喜欢，但是只能选三幅的话。选刚刚那3幅吧。感谢我的胖米们，一直这样支持我，然后鼓励我。我能为大家做的其实也不多，就是希望拍出更好的作品回报给你们，然后你们可以喜欢就可以了。Thank you.